都十三分。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要拍一种照片，就是可以跟动物的，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。然后这次会有这个机会，就是等一下我要去拍跟马的，然后这应该就是会是我这一趟巴厘岛最印象深刻的事。虽然还没发生，但我预测，我算过。什么问题？赶快问！我现在马上心情其实有点紧张，因为这是第一次骑马，然后我很怕它会突然想要跑。不能有这种表情。想跑的话，我就会倒下去。